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Rita 啦。今次咧再度嚟到罗湖口岸同大家配眼镜啊，有冇谂过咧眼镜框好似 A4 纸咁薄咧？呢度咧仲有第二代嘅蔡司三维定位配镜系统，仲有呢一个崭新嘅仪器咧验下你有冇眼疾。至于镜框方面咧，无论传统、斯文或者 fashion 嘅话，喺呢度咧一定揾到你嘅需要。短短在一年之间，他们已经开了成五间分店了，不如听下店主对顾客的承诺和他们的理念。还有看完这个视频， Rita 一次过送十副眼镜给大家，想拿优惠记住看到片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ita Channel 退休阿太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ta 啦。今次再次来到罗湖这边，首先非常感谢店主再次邀请我来这里为他拍摄这个眼镜片。之前我们合作非常愉快，我知道他短短这段时间已经开了五间分店，一定有他的个人之处，很想带大家再去看一看。至于路线图非常方便，看到我后面就是罗湖口岸，就在自动电梯一上来这个平台向前行，其实不用一分钟就去到二号门，就是他们店铺，一于带大家去看一看。这么快就走到来了，就在这里了，写着二号门，就在这边入就是了，带大家入去啊。入到嚟咧，见到佢哋咧做紧一啲活动嘅套餐，最平咧系68蚊，仲有咧所有眼镜片咧低至3.5折嘅，一阵慢慢介绍俾大家。Hello Angel 你好啊， Hello. 我哋又见面啦。系啊，其实我咧系成日都过嚟揾你噶。系啊，麻烦咗你好多。唔好，千祈唔好咁讲。今日有啲特别喎，系咪啊？有啲嘢要介绍俾观众系咪？系啊，系啊，旧年咧我哋系自帮你介绍咗呢度。系啊，今次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哋新开嘅铺头，同埋我哥哥嘅铺头。好啊好啊，咁啊带我哋行咯。可以啊，呢度。O K 好。吓，上一次我哋介绍呢组嚟呢度，呢度都系我哋嘅 Angel 啊，介绍一下你身旁呢位系边位先？啊，呢个就系我哥哥啦。系啊，我哋屋企咧三兄弟姊妹都系做呢一个嘅，系啊，我哋大学都系学呢个专业嘅。系系，哥哥点样称呼啊？哥哥，我叫 Joseph。我知啦，所以咧就系 Angel Optical， 人 Joseph Optical 啦。系，嗰个在做紧嘢咧，我细佬。哇，好犀利喎，一门三杰喎。Hello， 哇，好年轻喎，你个个都。我觉得有啲特别啊 ，Joseph 可唔可以介绍下呢部机同我平时系有啲唔同嘅？我知道。OK， 呢部咧系蔡司嘅最新嘅三维定配系统，系第二代嚟嘅，最新嘅。佢系有9个蔡司嘅镜头。同你做埋焦点啊，嗰啲同佢啊，嗰啲系啦，倾斜角啊，侧边啲嗰啲数据啊，因为镜框嗰啲数据都好重要噶嘛。O K， 嗱呢个咧系第二代，我哋平时见嗰啲系第一代，系有啲唔同嘅，真系。系呢个最新嘅。呢个系最新款嚟噶啦。知道咧，好多香港人咧都会过嚟深圳咧去配眼镜啦，因为咧确实咧性价比咧比香港系高噶。咁呢方面咧都唔需要我再多讲，但系反而咧我就好想知道你哋嘅服务承诺。其实开得五间分店一啲都唔简单，一定有你哋。成功之处，可唔可以讲俾观众听你哋嘅成功之处系啲咩咧？好啊，我哋咧系嗰个一个月之内咧，譬如我哋喺呢度配嘅，有少少唔舒服啊，或松紧呢啲问题啊，我哋一个月之内咧都可以帮你免费重新配、重新换，咁你系可以微信上都可以同我哋沟通，系啊，我哋随时都会话你有咩问题，我哋都帮你解决嘅，系、啊。仲有咧就系、是，譬如话你即使你唔系我呢度配嘅眼镜，喺其他地方配咧，但系你觉得有少少咩松紧啊？啲螺丝鼻托呢啲有少少鼻托唔系好啱嘅位置咧，你都可以拎过嚟，我哋帮你教嘅。因为我哋呢度离关口系好近嘅，好方便嘅。有时咧你去教眼镜啦，譬如啊，可能有啲地方唔系佢哋眼镜，佢哋唔会帮你教咁样，但系我哋系愿意帮人哋去帮你哋去教，咁啊好方便咯。明白，同埋咧，我见到你哋喺微信方面咧、又好快回复，你哋系咪其实有专人？去微信回覆嘅，係啊，你嘅觀眾朋友同我哋講，有時我哋回覆嘅時間長啲啲，係專係服務微信，係啊，所以我哋都係好 care 呢啲客户嘅呢啲感受啊，同埋佢哋有呢啲問題，我哋都係最快嘅時間去解答。我覺得佢哋好好啊，因為咧佢哋好重視咧，即係我哋每一個客户嘅需要啦。因為我記得之前都有提過，可能咧如果覆微信唔係立即覆嘅話，可能客人都有啲心急。最後咧，佢哋亦都揾咗個專人咧。
咧去負責呢一部分，咁所以咧都係非常之聽意見啦咁樣。好，咁嗱承諾我哋就聽咗啦。咁咧我今日咧就戴咗我副老花眼鏡，都有少少嘅問題咧想請教一下。好吧，你幫下手好嗎？嗯，可以啊。OK。Angel 咧，其實呢副眼鏡咧，我係之前一年前嘅配咧，其實一路都 OK， 好舒服，好好啊。但我發覺近呢個禮拜唔知係咪我度數深咗，我開始咧睇得有啲辛苦，同埋咧用得多咧，始終都係有啲鬆鬆地啊。其實有咩方法咧可以即係？再改善得好啲咧咁。松緊咧呢、這個咧都可以隨時去幫你調校嘅。Okay. 但係呢、這個咧度數係舊年嘅，不如咁樣啦，我哋重新 double check 下嗰個度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為一年咧佢可能會有少少變化，都係建議你咧過個差唔多半年。咁樣就我哋 double check 一次會好啲，因為咧我主要呢副老花咧，我就係真係成日對住電腦，我相信真係會深咗，同埋我都想揀再揀另一副，因為啲觀眾咧就係知道我成日用緊呢副老花，佢上咗好多次鏡噶啦已經，咁我今日想揀一副再靚啲嘅，可以啊，我哋做咗好多新款啊，好好，咁我哋先係咪 check 咗？check 咗眼先啦 ，OK， 好，好。好啦，我準備驗眼啦。嗱，呢一部機器咧係嚟自韓國入口嘅，可以咧檢查我哋眼睛嘅健康程度啦，同埋睇下我哋有冇白內障嘅。幸運地咧，檢查出嚟咧，我係冇白內障，亦都冇飛蚊症。不過佢見到我眼睛嘅血絲比較多，佢話你一定係好夜瞓啊，咁都俾你講中。另外咧，果然我老花咧多咗幾十度，唔緊要啦，我都準備配副新眼鏡。咁我就準備揀眼鏡框啦。我最喜歡就是揀眼鏡的環節，驗眼就驗了了，因為這裡的款式很特別的，上次一次過買了十副，你知不知道？是啊是啊，我記得你和你的朋友。是啊是啊，好，那我現在想我這副銀銀地洗褲圓圓地的，好，這個你都可以試一試。是啊，我就試，還有紫色，是啊，紫色這裡，哇，很漂亮，我一戴就是這個，很喜歡紫色，啲觀眾一定知道我一定揀紫色，同埋佢好特別，佢呢個咧係深紫，下底係淺色，淺紫嚟嘅喎，係漸變嘅喎，好輕喎。係啊，佢呢一個咧係佢呢一個咧係呢啲太空級別嘅太金屬嚟嘅。太金屬。係啊，佢呢一個咧佢屈到咁樣。O K。係啊，佢呢個咧嗱，你睇睇佢冇變形，同埋咧佢個重量咧得翻四 gram 左右多。係啊，你去感受一下。真係。輕到不得了啊！因為咧，我哋戴眼鏡舒適咧，其實係好緊要的。係啊，係啊。你話太重咧，其實你都唔中意戴。係啊，有時我覺得啲眼鏡好靚，但係太重。但係呢副咧，其實啱我，顏色啱我啦，重量啱我。咁但係我又想試埋其他。啊，當然啊，呢個銀銀地色嘅。都輕嘅噃。啊，都好輕啊！呢個都幾特別。呢個都特別嘅，係係你靚戴咩都靚，唔係唔好講，笑死人啊大佬！好啊，呢度咁呢啲咧，呢啲眼鏡同我呢啲有咩分別？同直接係一體成型嘅設計，一體成係啊！佢呢一個咧係冇螺絲位嘅，係喎，係啊，冇漢字位啊，係喎，我都冇留意喎，完全冇螺絲位喎呢啲位。呢啲就係有啲螺絲位嘅，係啊，同埋咧佢呢個咧有個專登客收賣嘅，係佢呢一個咧就我哋出去旅行啊，就唔使驚佢甩螺絲啊，有鬆緊呢啲問題啦，誒佢呢個就好方便，好好好，我就揀呢一個，你係眼光好啊，你係揀咗我哋店鋪最靚嘅呢啲，唔係真係㗎，係啊，呢一個咧佢我哋店鋪價錢最高㗎啦，係啊，幾多錢？但係比較貴啲，免價呢一個，係我哋呢度咧係你個粉絲價，都係呢個價錢，折完之後呢個價錢。呢個係個框嚟嘅，係咪？係鏡片就係另外鏡片咧。如果咧你係配老花嘛，如果你唔需要防藍光咧，我哋加呢一個 total 噶嘛，呢個價錢可以做到一套啦。OK， 防藍光加埋呢個框就係我呢個價錢，係就最輕嘅呢啲，最輕身。OK， 好明白。我揀呢個眼鏡框咧，原來叫做咧輕紙眼鏡啊，佢咧係一體成型啦，冇螺絲，比 A4 紙咧更輕啊。嚟到咧话系 V 睇嘅优惠咧，呢一款嘅眼镜框咧就有两折嘅优惠，睇埋其他嘅特惠啊！跟住咧，我知道你哋做紧一啲活动价钱啦，系咪啊？系呢一个咧就系嗰啲渐进啊，上边望远，下边望上，啲平可以去到198，再加送嗰个框俾你，送眼镜框系一套噶啦，咁大概系45分钟有得拎。哇，好快喎，45分钟，即系饮个茶翻嚟就得噶咯。系啊，但系如果有啲有冇啲有牌子？系呢个咧就我哋呢啲大牌子，佢个价钱啦可能贵少少，可能就贵个200蚊咁。系，但系中意大牌子嘅朋友就可以做一个参考啦。好，咁啊主要就系呢几个贵啊，系嘛？嗯，系。呢啲，呢个框咧全部都系送嘅，好多款式喎，系啊，哇，真系好多，可以大家慢慢过嚟拣下咯。
大家咧记住睇到片尾答中问题，送俾你哋嗰十副眼镜就喺呢度拣。我就话老花深咗要再配啫 ，V 先生咧唔执输啊，佢话想试下呢个新嘅系统，而且咧想配多一副渐进咧我嚟揸车。平日过嚟配眼镜咧真系好快好方便啊，佢哋 WeChat 我40分钟咧就有得攞啦。其实40分钟就已经有得攞啦。系啊，我试下先。我哋呢度比较快，自己有间车房。佢个镜好薄。啲字系睇到晒嘅，好、非常好，唔该晒你 ，Joseph 咧。其实我有一样嘢咧，好想了解。我知道咧，好多客户咧，其实都经常翻嚟再帮衬你哋、我相信系啦、一定有你哋嘅成功之道。可唔可以讲一讲咧？其实即系你哋做得咁好咧，其实有啲咩秘诀，或者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我哋第一价钱比较公道啦，即系大家即系批发噶咁样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嘅地點位置比較易揾啲，同埋第三，我哋服務都可以做到嘅，即係譬如你戴得唔舒服嘅，我可以幫你改得你啱為止。如果買得開心，可以退錢俾你都得嘅，即係同埋我啲款式多咯，嗰啲咯。我自己覺得咧，嗱，真係真心嘅，我都睇過好多唔同嘅眼鏡店，我覺得你哋嘅款式咧係真係好特別嘅。款式特別，款式多。我聽之前 Angel 有講過話，你哋啲眼鏡咧都會有時會睇一啲可能啲外國嗰啲特輯啊，或者有啲。款式好特別，你哋都會攞呢啲鏡翻翻嚟，都會攞，係啊，同埋我哋啲驗光儀器都比較先進咯，係喎，係啊，蔡司嗰隻最新款嘅第二代嘅，係啊，係啦，冇錯，係啊，咁同埋咧，你哋都做緊有啲大牌子，可唔可以講俾觀眾聽做緊啲咩大牌子？我哋依家有做蔡司啦，德國蔡司、開雅、法國伊士路同埋德國羅登斯德。系啦，國產鏡片都有噶，明月啊、康乃特嗰啲都有噶。幾乎即係講得出嘅都有咯喎。咁啊，觀眾可以多啲嘅選擇。多啲選擇咯，係啊。咁我都想做翻好快嘅總結。我自己覺得咧，即係我自己好喜歡同你哋拍，就係因為我覺得地點真係好方便啦。因為好多觀眾真係羅湖口岸一出過嚟就非常近。係而家隔離咧，仲有一個咧，好似蓮塘 2.0 咧，可以喺度買下餸。係啦，買下餸又可以食下飯，咁我覺得咧非常方便。係。好啊，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謝你哋再次邀請我啦。多謝你。嚟到呢度尾聲咧 ，Rita 咧一定有優惠咧送俾大家。除咗剛才我咧咪配咗呢副眼鏡咧有優惠之外咧，頭十位觀眾咧答啱問題咧，有機會咧去送俾你哋咩望下先？哇！呢、這個櫃全啦，都係唔同款式嘅眼鏡啊！冇錯啦，這個咧就係電腦嘅專用鏡啊！咁咧十位觀眾咧可以享用咧呢個電腦嘅專用鏡。鏡片連埋框嘅，所有款式喺曬呢度，任你哋揀啊！到時記住揾下 Angel 或者揾 Joseph 就可以噶啦。好啦，今日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店主咧喺羅湖口岸咧，總共有5间铺。問題咧就係你搭中4间铺头嘅號碼咧，今次咧就有份得獎啦。好啦，先介紹一下先，右手邊嘅 Angel Optical 嘅號碼係1089号，左手邊嘅 Joseph Optical 咧就係1088号铺。好啦，喺呢一度咧，我哋转左手边，一直行咧，有2间铺头，分别系1088同埋1089号铺。至于第5间咧，喺3楼啊，下次咧再同大家介绍啊。记住咧，写低4间铺头嘅号码，然之后喺留言区，最快嗰10位观众咧，我就会联络你噶啦。我同你都知道咧，眼镜铺咧越开越多，竞争咧相当之激烈嘅，经营上边咧都有一定嘅困难。短短一年里面咧，店主已经开咗5间分店啦，绝对咧要多谢大家对佢哋嘅支持，所以咧店主仍然会继续贯彻对顾客嘅服务承诺。其实喺上一年嘅时候咧，我哋喺铺头咧撞到彭建新哥哥，我哋交换咗 WeChat 啊，而且咧佢仲介绍咗好多朋友同埋亲戚过嚟配眼镜添啊。最后咧，我自己配眼镜咧有3个原则嘅，第一咧就系价钱合理啦，第二就系商铺嘅信誉良好。最后咧就能够兑现佢哋嘅服务承诺。今日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麻烦咧大家俾啲鼓励我啊，赞好、分享、留言同埋免费订阅。呢度系 Rita Channel 退休阿太日志，多谢晒，拜拜。